处零度空间，今年八月才升格当爸的柯有伦，身边不见前世情人，只带着老婆多娜到风不大广场重温两人世界。寿司在面前旋转跳跃，柯有伦闭着眼，综艺魂先飘了出来。最纯的打压剂莫过于如此啦，就不请翻译局若职员喽。你不用讲太多话，对，因为你互相了解，其实你不用讲太多事情。So this night， 咱们看到的不是科技冷漠，而是不需要言语的默契啦。柯有伦不急不徐回完讯息，交由财政大臣埋单，路上呢继续解放浪漫。难的，夫妻俩用零的转移移家到隔壁小南门斗花，来紧急共识顺位，老婆大人请先服用哦。多礼让太太的那个男人。交手时间到了，柯有伦结束清盘的任务，采接模式接着开启，吃饱喝足也没忘了跟上老婆的抗议脚步，嘿嘿，手牵手跟我一起走，创造幸福的生活。要一辈子 be your man， 当然是我 be your差不多了。超市拜了麦片，顺便呢买了可颂，他们带上一头拉骨的战利品，在风部大广场结束这回合。这时啊，财政大臣再次出动，到缴费机前缴费，放风完毕呢，是时候回家面对奶爸人生了， fighting。对，做人父母是很辛苦的。柯有伦日前因为腰伤钟离实境节目全明星运动会，目前呢还处于养伤的阶段，自嘲抱女儿很吃力是甜蜜的负担。至于做人而不娶，柯有伦表示全球疫情蔓延，目前还没有计划啦，现在还有腰伤拖后腿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